山河榜大赛开始的钟声，十年之内我定远化天都，一决生死。这山河榜就是你十年之约的第一步，你要用实力让小看你的人闭嘴。所谓的天道并非一成不变，果然是日月五星主，若能收为己用，日后对你必有注意。方寒，你必须扛过这焚筋挫骨的痛苦，要不然还谈什么十年之约？